哇，有美食，有烟火，还有这么多快乐的伙伴陪我们，好幸福哦。重要的是有我陪在你旁边啊。这倒是，我还特地回家换了这套衣服。特别回去换这套？哎，你不觉得这套衣服很眼熟吗？用力想。好像我在哪里看过。哦，我想到了，是我陪你去买的那一套。看来上次的特训进行的不够确实，必要要进行验收。什么验收？快问快答。我最喜欢颜色。啊？快。红色跟蓝色。我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。颗粒跟奶油榛果，我最喜欢的饮料，珍珠奶茶、布丁奶茶、多多绿、全糖。我的理想型，上次没有这一题吧？这是隐藏版，快！我的理想型是谁？吃饱了继续加油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找到。嗯。好。没吃完啊。